传说阿拉比卡漂洋过海来到台湾落地生根，他能吃能喝能占卜，只要碰上了他，保准你精神百倍。就凭他凡人无法挡的魅力，在台湾打造出一个王国。想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国吗？那就一起来看看台湾的阿拉比卡传奇。你们看这一桌子丰盛的菜色，而且哪有这么大一只的龙虾哎！哦，我就知道这云林乡亲哦，有够热情哎，准备这么菜超要给我吃。哦，那我就不多说了，吃饭红蛋大，红蛋大，我先来吃一块看看再讲。蔡小布老师，没拍家，嘿，唔多吼，怪怪，怎么会呢？就是都需要夸苦苦，哪有怎么会苦苦的？真的，我试试看，你讲话嘛，我夸夸，有啊，对哦，我下面夸夸，这个味道就对了、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都是咖啡餐啊。原来就是咖啡餐哦，用咖啡去入菜。嗯哼，哦，原来是咖啡餐啊！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好吧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在我们寻找阿拉比卡打造出的王国之前，先来尝尝这咖啡餐到底是怎么样的滋味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咖啡水果什锦咖啡龙虾，好长哦，好长，好惊人的名字。因为这个里面加了。很多在地的东西哈，有什么？对，包括我们这里的大概凤梨啦，这里还有我们的那个梦幻果啦。梦幻果是什么？对，是一种山上特有的水果。哎，还有这一道哈是比较简单一点，但是它很多人喜欢吃的哈，它是咖啡豆腐。咖啡豆腐，我刚才有吃到那个味道。对对，那这个是蛮开胃的哈。嗯哼，还有前面那个是我们用我们的咖啡白糖。去做我们的餐后甜点，就用我们的糯米跟我们在地的韩吉，还有加上我们的咖啡粉，去做了一道冰冰凉凉的甜点。对，刚才吃起来口感不错。对，还有这道比较麻烦的，这道叫做咖啡烤鸡。嗯哼，用咖啡用那个咖啡去熏出来的土鸡。所以说这些都是咖啡鸡，口味都不错，而且吃起来都蛮好吃，只是都是咖啡味。因为古坑华山这边是盛产咖啡嘛，那我们就会推出部分的咖啡餐。哦，观众朋友啊，用看的当然是看不出来咖啡味啦，但是啊，这吃在嘴里淡薄可口又甘醇的滋味，愈薄是愈爽脆，那是你无惯习嘛，不要紧，加个有很特别的田野料理哦。听起来啊，就好像很好吃的样子，我觉得已经闻到香味咯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好期待哦。好香哦，等了这么久终于上桌了。不过这是什么东西呀？老板，来来来，干什么啦？你过去的，你不是说田野小菜吗？对啊，这是在田里面找的、啊。田野小菜不是都是那种什么野菜啊什么的啊？在想、啊，这是野菜上面的金蝉啊。蝉哦。对，那是金蝉，很好吃哦，很好吃哦。试试看，试试看，用感情去吃它就会很好吃。老板，你以为我会害怕吗？看你一副这样子，应该是会很怕哦。我啊，平常人称我萧大胆。什么我都不怕，虫我最爱。好，那决斗一下好了。哈哈，没整到我，大哥居然啊耍起小孩子脾气，我这宝岛村姑也不是好欺负的。不管是金蝉脱壳，还是这道用虎头蜂蛹做成的群虫拱月，统统吓不倒我。这个我认识。哦，你跟他是朋友啊？这个、
本姑娘爱它，这个很好吃，这个是叫竹虫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叫做竹虫。沾一点胡椒粉。嗯。哎，你一定是以为今天推出这个什么虫虫餐能够吓到我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你比较怕什么？嘿嘿，怕谁啦？吓不倒我啦！偷偷跟你们讲哦，别看老板一副拍狼鼻，其实啊他是铁汉柔情哦。依我看来啊，比较怕的人是他吧？他吃就好了。你害怕？你害怕？不怕，不怕。哈哈，是啊，你脆杯。好啦，我吃汤，你吃菜，吃完再来去一个好所在。其实啊，不要看大哥是一个叫丑勇，他的手工啊可是很细的哦。这些胶纸陶作品都是出自于他的巧手呢。刚刚看到大哥的这个工作室里面呢，有很多胶纸陶的作品，真的是很漂亮。然后呢，他还说要教我做一个结合当地咖啡豆，还有他的一些胶纸陶作品，然后的一个纪念品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大哥用胶纸陶做出咖啡豆的图形，再将一颗颗的咖啡豆粘到相框上。虽然做法很简单，还是要注意一下咖啡豆的排列，才不会破坏美感哦。哇，你们看，这真的是一个色香味俱全的一个纪念品，大哥，真的很赞，而且蛮香的哈。哦，什么蛮香的，根本就很香，根本很香哈。对啊，我们在家没事也可以拿包咖啡豆自己来粘，对不对？对。看你要爱粘哪里就粘哪里，而且咖啡豆它是，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质感的东西耶。颜色啊什么的，它颜色蛮很有质感，它蛮古朴的颜色。大哥说啊，这只是启蒙，只要懂得举一反三，都可以把家里老旧的摆饰运用巧思点缀一下，就能够焕然一新了。其实咖啡豆除了能够做相框之外，它还可以做很多东西啦。例如说项链啦，项链、手环、手链啦，这一类的，像这样子的东西，我们可以把咖啡豆把它穿洞。哦，像这个都穿过洞，对，然后呢？然后把它穿进去，这个很难哦，很难吗？这个没有很高的智慧是穿不过去的，真的哦。好，那这个呢，首先就是需要说看看手大概有多大，我们大概是稍微做个记号，那要怎么做记号你晓不晓得？我会，就是要量在这样手上哈，这样把它勒紧，没有，不能勒紧哦。就是这样子把它稍微量一下，大概在这里，大概这样子，那也就算了，因为现在不能做记号，做记号穿不进去。好，现在就开始穿，开始穿，就是一正一反。哎，把豆子一颗颗穿过去，这幼稚园的都马会，简直啊是侮辱了我的智慧。不过我的手怎么好像不太听话嘞？安妮皮皮错啊，叫我要怎么穿咖啡豆啊？我真的要去看医生。对，这个稍微有点中风的前兆。真的会掉。有时候钱能够省，有的钱不能省。例如说花哦，看医生的钱，那个钱不能省哈。有健保哈。那我就放心了。谢谢你的关心。讨厌啦，这样亏人家。不过啊，他一说话，大家都是笑嗨嗨。气咋归回啊，还在那边耍小孩子性。你看他做手链就做手链嘛，还在那边偷吃咖啡豆。其实吃的这个有一个好处哈，在说话的时候，那个碎屑还会喷出来，还会粘牙的那个。无聊的时候还可以在那个牙缝再挑一挑，它还会跑出来，还可以咬咬，还是有咖啡的味道。所以说台湾咖啡、华山咖啡真的不错。它就齿颊留香，口齿留香，对。它好可爱哦。不错。不错。噔噔噔。好。再来把两头，大概可以了吧？会不会太长太短？不会，好可爱哦。好。然后呢？再来把两头绑起来。怎么绑？你晓不晓得？不会。用手绑。我不会。我不会绑。不错。很难得能够找到这么笨的主持人，能够让我们这些人有发挥的余地哈。如果你太聪明了，我们就不用表演了。谢谢哈。不客气。感谢台视哈。就当成我们私定终身的礼物好了。哎，真的很漂亮哎，这很像去那种人家那种热带海洋国家会买的那种纪念。对，可是这个又更有味道，真的好香哦。没想到用咖啡豆串成的咖啡手链这么的有味道，不但有咖啡香喷喷的味道，还有异国风情味哦。
只要注意保持干燥，待上个几星期是没问题的，上个透明期它的寿命会更长呢。这种独特的纪念品真的是没得找哦，多亏大哥想得出来。想要知道狗子野大哥够有什么出头，但呢你就知。咖啡因能够刺激神经和肌肉，不但有提神醒脑的效果，也能帮助消化作用，防止胃下垂以及分解脂肪。最新研究发现，喝咖啡还可以预防胆结石呢。虽然喝咖啡好处多，但还是要注意适量饮用，才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哦。咖啡餐玩过了咖啡豆，咖啡也能怀念屈原哦。什么玩意儿啊，你去看看。哎呀大哥，这还不就是肉粽，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当然会有不一样啊。哪里不一样？因为端午节快要到了、是不是我们要包粽子？我知道端午节要吃粽子啊，我也吃过啊，但是里面是不一样的啊。真的吗？哎，你没有吃过，这里面是咖啡粽子。咖啡？对呀、对呀、所以阿妈今麦咧包一起咖啡粽子。对。咖啡肉粽，哎，好奇怪哦。过两天就端午节了，学一下回去献给妈妈看，她一定没吃过这种东西哦。蚂蚱哦，我是吃过很多种，但是阿妈讲这是咖啡，什么蚂蚱、鸡掌、鸡掌、鸡掌。这个爱问汤，爱问汤嘞，没听讲汤哥，汤哥，哦，就是我们说的那种鸡掌，就是甜的粽子啊。啊，这是安那做的哈？这是安那？甜的啊。嘿，阿米搁掺啥？阿米如果掺咖啡啊。阿搁啥？掺咖啡搁掺鸡啊。鸡，就是让它变成鸡掌的那个鸡。鸡掌，鸡掌多少？鸡掌。原来是先煮好一锅的咖啡，再将糯米泡在咖啡里大约30分钟左右，加入碱粉后就能够开始包咯。只是啊，我笨手笨脚的，怎么包怎么不协调。青菜啊，青菜啊，包围起来的话，好了好了，青菜啦，看来是包围下来的，一拉就掉。别起在帮阿妈姐姐淘气，哎哎锅啊，好难哦！哦赞呢，这个赞起，阿妈说赞呢，赞呢赞呢赞，阿妈人好可爱，我好喜欢阿妈，阿妈好可爱哦，赞呢赞呢，好厉害，安尼赞，阿妈公赞的小赞，过来个包起来。看到没有，就是要越战越勇啦！我一定要成功，我一定要成功，嘿嘿。好，囡仔人跳跳搞得了，有听无？有听无？笑笑搞得了，有没有？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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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唔笑笑啦，好，终于吃进来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什么啊？叫做渐入佳境，这个就是渐入佳境啦。会要包肉粽的做回来包，我会要包的吼，看了我的例子应该会更有信心，一定学得会哦。啊，阿嬷安尼就包好对吧？阿等爱落去撒瓦久才会当食。爱撒3点钟久，三点钟久，小久啊阿嬷。爱才会烂。啊，我唔多去买，都想要食呢。我啊想要食，我想要食好啊，只有有啊。包好呀、啊！这有你撒好呀、啊！你撒好啊！你撒点金箍，哎，已经撒撒点金箍，撒撒点金箍的。安尼我都无客气啊！嘿，当然会食，会使食。好，阿妈你嘛爱食一粒，我选一粒大粒的，互你食。来，一粒互你。哦，阿来食。好，肯爱食。嗯，阿都讲。安娜阿妈，恭喜。哦。哦，有我最爱的鸡掌的味道，好香哦！哎呦，哎呦，好吃哦！哎呦，晶莹剔透的碱粽，看到没？金细细个 QQQ， 淋上特制的咖啡焦糖，
段幺幺的口感啊，就像包着咖啡，每一口咬下去就有咖啡给它喷出来呢。我说不出话来了，真的好好吃哦，而且啊，还有那个甜甜蜜蜜的，然后嘴巴这样，就张不开了，嗯、嘿，咖啡咪，那个滴滴啊呢，黏黏勾勾，就好吃。阿妈，你来只咬啦，咬哦，系啊，咬，咬啦，好，你咬落啦，好，再吃。好，谢谢。嗯。这创新又怀旧的味道里，荷兰怀念的阿嬷的气味，就像阿嬷的爱心，甜甜蜜蜜甜入心，淡薄凉，不会太凉。好咖啡也一样哦，苦味和甘醇要拿捏的恰恰好。你知道怎么样煮出一杯黄金比例的极品咖啡吗？待会儿就告诉你。关键的四味一香，决定了咖啡的特色。咖啡因的苦味是咖啡基本的味道之一，单宁酸是之二。烘焙后的甜味和浓醇更是必备的特质。至于生豆里的脂肪、蛋白质，则是香气的重要来源。只要比例恰恰好，一杯完美的咖啡就诞生了。到阿拉比卡传奇王国，就要先找到咖啡博士。听说他有一肚子的咖啡学问，不但能打听到阿拉比卡王国的消息，还能喝到一杯绝棒的古坑咖啡。范哥，我知道咖啡有很多种煮法，好，那哪一种煮法是煮起来会比较好喝啊？目前的所有的助理哈，起来一个咖啡最好喝的话是晒哈是好。虹吸式的塞翁，就是这种虹吸式的，虹吸式的塞翁，但是这种的需要哈功夫了，需要下了很大的功夫，因为这个可以煮出最好的咖啡，也可以煮出最烂的咖啡。真的、哦，大哥说啊，煮咖啡最重要的有三个要诀，一是时间要拿捏的恰到好处。尤其掌握到香气起伏至顶点时的黄金三秒钟，大约是水升上去后的45秒左右，就要关火迅速的冷冰，使咖啡降下来。煮超过1分20秒的咖啡，因为咖啡因的萃取过度，会引起心悸哦，成为一杯伤心又伤胃的咖啡。二是搅拌次数不可以太多，过度的搅拌啊，会使得咖啡因大量的释放，浓度过浓就会成为一杯苦涩的咖啡了。三是温度的控制，大约在94度左右。咖啡粉越多，降温就越快。随着咖啡种类和分量的不同，每个环节也有差异哦。大哥还说，要煮一杯极品的咖啡是一门很大的学问。台湾很会煮咖啡的人，功力大多已经有20年以上喽。Dino， 给啉落去。大哥，你们咖啡真的好好喝哦。真的很棒、哦。嗯，好香哦。借我杯子，借我看一看。你要看什么？现在挂线。咖啡占卜啦。咖啡占卜。对，我。哦。你看到什么啊？今嘛？今天的话，你会过了很平顺安稳的一天。真的、哦？啊，现在在看，要看这。半月形。光在看这个，不知道在看什么。半月形。对。哦，你是说这咖啡留下来的这个痕迹？对对对对 对。这样可以占卜？那大哥你的呢？我看一下。一圆耶。一圆耶，好多满月形。嗯。啊，我的今仔日我的生日会较好。这么好，就很圆满，就对了。很圆满。哦，所以喝完咖啡还可以做这样小小的占卜，对，还蛮有趣的。蛮有趣哈。哪里的咖啡花样这么多啊？这些创意都是用在地的台湾咖啡发展出来的。想要喝咖啡，来古坑就对了。台湾在地的古坑咖啡是世界第一顶的哦。因为吼，伊的迄个酸的比较，甲
国际的瑞亚比酸比较无，比较没有酸，比较没有涩味。哦。啊，过来伊的迄个香味很特殊。嗯哼。啊，伊的迄个甘醇度，嗯哼，低吼，足香的。哦。传说中的阿拉比卡就是在台湾落地生根的咖啡豆，在农会的努力下，咖啡算咖啡，不管是二合一、三合一还是咖啡豆，都是有口皆碑。赶紧来杯第一名的古坑咖啡吧！那大哥，一般我们在挑选咖啡豆的时候，从外观有可以什么样判别的方法？咖啡来讲，新鲜真的是相当重要的。那从豆子的外观来讲，我们选购中如果越新鲜的豆子来讲，哦，像这个刚炒好的，它这个表面就没有这种出油的现象，比较干燥的感觉。对，那大概如果放到一个礼拜左右，就会先点状的出油。哦，那到哦比较久的时间就整颗出油。哦，那这样表示放的时间就比较久。那一般咖啡来讲，就是大概从烘焙好到饮用的时候是两周是最新鲜。好，那最慢一个月，当然保存期限可以到半年或是一年，可是味道就会完全跑掉了。现在来到古坑，不只是能喝咖啡、买咖啡，这里结合了咖啡产业发展出的休闲旅游，更是让古坑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咖啡王国。除了悠闲的庭院咖啡之外，还有让人像是置身在国外一样的民宿，家的感觉，给你一个最舒服的假期。至于一些周边景点，不论是自然的美景、在地古早味的建筑，都有游客中心贴心为您提供资讯。趁着周末假日，来趟古坑咖啡王国之旅吧。这一集的好康包包要告诉您，在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，云林古坑乡农会都有举办咖啡体验营的活动，不但可以学到如何煮一杯好喝的咖啡，更可以了解许多咖啡知识哦。有兴趣的观众可以跟古坑乡农会预约报名。想过一个不一样的端午节吗？赶快到七股来包圆粽以及辟邪盐香包吧，动作快的人还可以拿奖金哦。除了包圆粽比赛之外，还有划竹筏以及钓鱼竞赛，得名的人可以获得台盐的礼券，欢迎民众踊跃参加。国际龙舟锦标赛在台北热闹登场喽！除了20号在河滨公园的开幕典礼民俗技艺表演之外，晚上的龙舟之夜还有艺人选手一起同台欢庆端午节哦。